因为我们是创业者，创业者最容易的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。哦，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期盼最终能4-3反败为胜。因为我也是创业者，所以我叫勇于挑战大师兄。啊，他认为什么，我就认为他不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认为今天波士顿啊将轻松横扫4-0拿下总冠军，让大师兄和朋友一起见证总冠军的诞生。啊，总之再次感谢二位。我们要赌一辆车。好，这个我觉得我能赢。我输了，我掏钱，我敢买，不用赌MONA03，好不好？这个事儿已经在屏幕前被所有的千万级的朋友都已经看到了。小鹏MONA03，我入了。